担心。哪有人说你看害我，我也是人呀，我这个娘娘不咱是我娘娘咱是找死我呀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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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一直在自己去苦苦的寻找，去寻找一些社会上一些帮助，直到他在2015年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军情栏目，别人告诉他要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。我们送到上级部门进行鉴定，后来核实了之后，发现确实就是这一名小伙子。